双马尾似乎是青春美少女的标配，但是中年女演员扎双马尾有时候真的很违和。钟丽缇在扮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她有一次在视频中热舞，她扎着两个高马尾，搭配粉色发带，穿着紧身包臀亮粉色衣服，就连鞋都是粉粉嫩嫩的，热情四溢，却被观众吐槽，因为她这个年龄穿得这么粉嫩确实有些辣眼睛。刘嘉玲长相偏御姐范儿，当她以55岁龄出演《情深缘起》中的顾曼璐时就有些违和了。扎着双马尾扮演女学生，她嘟嘴卖萌柔弱无赖的少女形象让观众大呼受不了。董洁的冷清秋一角像一朵百合，清冷纯洁，扮老了以后的董洁再扎双马尾就有些不忍直视了。扮嫩鼻祖刘晓庆花甲之年还屡屡挑战少女，日常生活也很热衷双马尾，不得不佩服她对少女的执着。